Ford Mustang Black Shadow Edition 外观设计以第六代 Ford Mustang 造型为基础。引擎散热式盖向前延伸20公里，形成更具张力的鲨鱼嘴设计，紧咬众人目光。全新下进气坝线条 LED 头灯，经典三道斜列式 LED 前识别灯及经典三道格栅式 LED 尾灯，让 Ford Mustang 在经典姿态之外展现令人新鲜的科技与现代感。 Black Shadow Edition 在外观所凸显的特殊身份识别包含极风黑车顶、极风黑引擎盖饰条设计与专属车侧饰条、极风黑 Mustang 标章、极风黑型格铝圈及扰流尾翼，并新增四款全新车色，包含 Twister Orange、 Rapid Red、 Iconic Silver 与 Velocity Blue 供热血车迷选择。Ford Mustang Black Shadow Edition 的科技感内装铺成连成一系，特别是在方向盘、排挡杆、手刹车、中央扶手及副驾驶座膝部，皆以深受车主喜爱的高质感皮革面料包覆，并且在深色铝质亮面刷纹饰板上镶嵌专属55周年限量纪念版勋章。方向盘上除配备加热功能，并有 Pony Button 野马快捷键，可选取 My Mode 个人化模式、 Track App 赛道模式、 My Gauge 测量表、 My Color 多彩气氛灯等。 Ford Mustang Black Shadow Edition 亦配备 Sync 注册3娱乐通讯整合系统，支援 Apple CarPlay、 TMG、 Android Auto 1，驾驶者可透过语音指令、方向盘控制键或以手指触控执行讯息、电话、音乐，内建全新升级原厂卫星导航系统等功能。除此之外，亦限量配置12声道 B&O 环舱扬声器组合，带来最具临场感的车内娱乐响宴。E4SYNC 注册3娱乐通讯整合系统能够支援 Apple CarPlay、 TMG、 Android AutoApple、 Apple CarPlay、 TM、 iPhone、 Apple Max 以及 Siri 为 Apple 公司所有之商标， Android Auto 为 Google 公司所有之商标。 Apple CarPlay、 TM 支援安装 iOS 7.1 或以上版本的 iPhone 5或后续机型， Android Auto 与大部分搭载 Android 5.0 以上之装置相容。Ford Mustang Black Shadow Edition 搭载 2.3 EcoBoost 注册双涡流涡轮增压汽油引擎，以 Overboost 调教优化油门反应，具备 2.0 PS 最大马力，扭力峰值更提升至 45.0 kgm 新高峰，搭配全新 Select Shift TM 时速手自排变速箱，使传输效率大幅进步，油耗表现提升 3%，达到性能与油耗的完美平衡。透过动态行车模式切换系统的切换选择，提供一般、运动、赛道、雪地湿滑、直线加速等5种行车模式，并可快速进行切换，并具备 My Mode 功能。车主可新增自己编号的驾驭模式于 My Mode 选单之中，能客制化车主的转向偏好设定标准，运动、舒适、享受自在的驾驭体验。 Ford Mustang Black Shadow Edition 提供先进安全防护科技，搭载 Ford CoPilot 360商标 Technology 全方位智驾领航科技，包含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系统、 PCA 前下碰撞预警系统、 AEB 全速域辅助刹停系统、 LDW 车道偏移警示系统及 LPA 车道偏移辅助系统。主机丰富的科技内涵加上经典传承的熏黑特式识别，以 Ford 邀请车主共同见证 Ford Mustang Black Shadow Edition 所代表的野马55周年荣光，以及持续进化的自由奔放精神，无可取代的经典跑车魅力。更多产品详细资讯可参考 Ford 官方网站 www.ford.com.dw。